哎，所以这种牧羊犬是不能够乱叫的，因为它乱叫就把羊都吓跑了哦。好，这个羊呢会稍微慢下来一下哦，因为它们准备要过这一道窄门哦。哎，它们呢每一年都会比赛谁家的牧羊犬最厉害的。好，好，你看啊，来慢慢下来。好，所以引导牧羊犬也进来里面哦。你看，它会不能走太快。 这样子后面会散开来了，所以前面要稍微等一下。你看，它跑进来哦，挡。好，好，我们的猎员牧羊犬呢会开始进来里面。来，这个粉来可是今年你要考虑，这边有几只羊，这边有60只，很简单。不过实在我们养的很多，就是这个工作，清境农场我们做了75万有300多只羊。今年刚才看，这是一部分，而我们做这个喷来的工作，不像一般的野抓的羊太慢了。 所以我们用这个。动作很重要哦，我们每一年最少都要做一次。我们要来看看你有没有长大哦。三岁。三岁，刚过了。错了耶，为什么？再看一次。再看一遍。牙齿很小颗。在地上打滚，没有洗过澡，所以看起来脏脏的感觉。好，剪头发。好，快点吃。 Follow me.